和老公演戏增加情趣，老公演小偷却入戏太深。他就说：“那我演小偷，你演贵妇，然后我闯入你家之后，看哎姿色不错，要跑卡了。”很有趣的剧情。然后我就换装嘛，要换睡衣，然后哎老公怎么不见了？这样，结果他就从窗台跳下来，他真的演小偷。闭嘴！但是眼泪就像这样直直的掉下来。他说：“你现在是演还是真的害怕我？”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